小的，你要这样子啊。他站起来了，他打不进球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因为队友在睡觉的话，快点不管，再拉开打。看到队友在这边，王轩来，第三个人不要打。反拍进球，好冷哦。喂，我在忙哎，怎么了？很。掉球怎么办？好，好好好，我在忙哈，你想到再跟我说，拜拜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我让你买便宜的也可以，买便宜的也可以，好不好？我帮你拍。就。好，随便买，随便买，先这样子哈。后卫就是一个攻，一个要守，一个要传球拿球，要守出去，另外一个就在里面守住。其实去了之后，那球就在这边。刚刚球在这一半边，球在这里，太小，大家快死掉了。别人在这边，你在这边，杨王在这边，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啊？到底是谁？快点！球在这边吗？为什么跑来这边打？看不到。过去位置，前锋守哪一边的人？所以谁是右边的？前锋。那你跑到这边来干嘛？谁是右左边的？
要溜了，履历还不要跟着滑、啊。跑快一点！后一点击球，上去！好球，立下！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对。看久吗？球出去了，很少会想到要出去。